大家好，我是 Alice。大家好，我是 Yumi。那后面那位，那位是阿伦伦。后面那位是 Yuma 妈妈。好了，我们现在要准备。Yumi， 我们今天有跟阿明哥他们有约哦。对呀、啊。今天有一个活动啊，我们要去桃园一个农，桃园杨梅的农场。药味农场，哎，然后。那里可以。对啊，今天带你们去跑一跑啊，那边有草皮啊。然后那我们明天要去哪里啊？带你们去吉牛，吉鲁牛啊，吉鲁牛，吉鲁牛。没有带你们去烤，等下带你们去烤肉啊，就跟阿明哥哥。现在我们要前往家乐福平镇，桃园的平镇家乐福汇合，然后先去买烤肉的材料。好，跟我们出发吧。好，走吧，我们前往目的地。Go go go！ 这个是我们家阿伦伦。老婆现在去买，去全联买烤肉的东西。买完我们就准备出发。现在来到桃园的药味农场哦，大家烤肉。啊，直接流口水。超味道吗？还是一样？你超味道，你别拍了。没有派，你们没有那个的，冰块要融化。你们没有融化？没有融化，我的还有。所以是有效的。那再来一杯冰块。要好一点。Thank you.